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我今天呢，我要来捉弄我的母亲，因为呢，我现在是其实我2点呢已经回到这个我的宿舍来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就要跟她说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呢，在家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我的家乡那边呢，那个钥匙其实是在车上的。但是呢，我要骗她说呢，我的钥匙到底在哪里装，就是要骗她说，找不到钥匙，我没有放进这个房间。所以我现在就来打这个电话，骗她说我没有钥匙可以进回，所以我要回去拿。哦，妈，你有看到我的手机吗？你有看到手机吗？那你有没有嘞？我找没有嘞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找不到。啊？没有，找没有，掐对了，看了没有？啊。有啊，好玩啊，好玩啊，上了啦，好，这无上，你为了搁报上来咯，啊，报上来嘛无，你到时也无寄入来，你好歹你是无寄入来吼，其实，难噻吼，拜拜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、按赞并且分享。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动态的话，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